块跳还是？我老师放那个。这棵树吧不红，还有的是。再找一个，哪个看冰赛的都是这样的。是。所有的那个，每一个他那个，这都是他那个扎帐篷的那一块地。刚才那棵树挺秋。这块呢？这不如刚才那个叶。要么咱们就看那个树荫，这个是有一种两边全树的那个树荫那个。这个亮的。这个量吧，这有几棵树，这个没几棵呀、啊。后边你看。那行，那我趴着吧。趴着。这个我觉得没那个树荫那个好，那树那个、那就到那树荫那个好，那个好，那个感觉好像好那个。到那个 Lighthouse 没看见 Lighthouse 你知道吧，咱没看见 Lighthouse 呢，咱们已经偏离了那个大道，咱们在这 Camping Side 里头呢、嗯、我要找着那 Lighthouse。 这里边也没地图、嗯、没事，就沿着这个路走，咱们怎么进来就这是出去的路、嗯、这不对，出去的路才有这种东西的。这边跟这边，那也没什么，都黄了。也没什么特殊的，啊，是吧？嗯、咱们找路上那个吧。嗯。哎，这边呢，这个角度呢，这个拐角。嗯，可以、啊。下来去照相，这就行了，也没人。